嗨嗨，我是莫南。那我们上一集呢，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然后下面一座史莱姆教堂。那这边开始先可以什么就说安格赞，不要订阅我。那我终于发现了我需要的东西，就是水水啦。这样之后要下去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啦。可是呢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要如何带着水水上去？然后下面只有史莱姆的脚，我先跳下去好了。哎呀，刚刚不是？What？刚有一瞬间，地面变成白天了。好哦，然后呢？能用就尽量用。那我先放在这里，不对，岩浆应该要放在这里才对，避免会烧到树。那我们下去装个水吧。那天应该不会像昨天那个得。那今天应该不会是像那个上一集一样拍13分钟而已，应该会跟第一集差不多吧。那我们就沿路插个火把吧。个人是觉得这里的环境其实还不错哦。哎呦呀，好痛啊！然后从这里就要开始走这边了。现在越走越顺畅了。现在比较担心就是那个，好，应该是没事吧。这里美化一点，那我们下去吧。我早要白天了、啊、哎呦呀，痛了。我们现在的那个目标就是，我们现在就是先把那个啦东西先盖一盖，但是重点是这里的物资有点缺乏。然后如果我们要把它盖下去的话，我们就需要那个一些那个建材，那因为现在建材很稀少，所以呢，我就打算用水啊，制作一下水电梯。我在做什么？哎呦喂呀！但是这样下去至少比较快。好，
染喉。我看到附魔台了。目前没有青金石，我是觉得我大概想好我们的水电梯的规格了吧。我们先把这些东西都挖一挖吧，至少这里的建材可以用一下。这也先堵起来。好，那大概会从那边吧。好，我们先下去。所以看不太到欸，其实。那我们就先用一下。那还是得再去看一次。其实那个青苔鹅卵石应该是可以用。我在干嘛？我在干嘛啦，比奇啊！哦，这个不要再下雨好不好？很讨厌呢。哎，美食，触发鳞伤。哎呦呀，超痛的。
少这里可以拿一些建材啊。需要冲，我在冲，我干嘛冲？我干嘛冲？嘿嘿嘿。好，那个我大概知道要放在哪里了啦。各位有没有看到这里啊？这里就是我们要放水的地方啦。那它会一路通到哪里呢？带大家去看一下。哎，不是啊，这样是不是有点危险？等一下哈，我们在这边先做一个围栏啊，毕竟这里蛮危险的嘛。好，那我们大家看一下吧。不，我的装备没了。直接从这边下去，但是为了骗一下影片的长度，所以呢，我决定还是自己走下去还是比较好。为了骗影片的长度啊，结果拍到50分钟，有没有可能呢？好，那这里就是我们的那个啦。它就是直接接到这边来了，我们就比较方便去探索。喂，白痴啊！那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直接跳下去了。我们之后就可以方便跳下去了。那因为现在还目前没有要去那边哦，所以一样是自杀。那目前我想去找更多的那个水，目前就发现那一桶而已。走，下去吧。好，那我来看看，我今天楼上的矿物还有蛮多的。这些可以挖一挖。喂，背弃哦。对啊，这样我怎么死？啊，有办法。喂，害驴子，不知道为什么害驴子。火灾，跳啊！不对，太快了！哦，海蝶七彩啊！要插个火把，不然太暗了。飞起哦，谁打了啊？飞来了！我做这个到底有何意义呢？
杜宇的感。我刚刚讲什么啊？真是奇怪了耶！哇，下去啊！看到地牢了。哎，对对对，不是不是，这家。哦，漂浮呗。放什么东西啊？煤气哦，哦，蜘蛛哦，嗨，蜘蛛，哎呀，它可是它不是有毒蜘蛛啊？傻笑啦，丢了，哦，我坐那个水电梯条是为了什么？不是啊，哦，白痴！啊，我要疯了！哦，幸好，幸好，幸好。所以刚是谁把我打下去的啊？耶、yeah, ！我要另外一条了。哎、欸，先放一桶在那边啦。好，这里有金地、这铁，先烧铁好了。可是哦，可是我的真流快没了。去挖一点煤炭好了。这个我还是不会用。好，我先下去挖一些矿物啦。
哎，不是啊。掉下去了，就从最底层开始探索。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先放我回去。这里没东西啊，对啊，这里没东西啊，还是要用这个啊，斧子，白痴哦，白痴哦。我的桃木剑呢？还需要你呢，你还得陪我走千千万万条路。哎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上去上去上去，上去上去。哎，操妈！中街箱，啊！不知道我在干嘛。我原本不是在挖矿的吗？有酿造台耶，还有这些魂沙沙。那么多肚鱼的森林啊，这里是石柱，对不起，下去，下去，地牢哎、混蛋！附魔书，哇，绿宝石，钻石，所以这两个箱子是装一样的东西。上点好东西吗？
我竟然被终极蟒这个小卡打死，气死我了！他也真的难当燃料啊！来，先来挖一下这些东西。耶，第四个钻石。一二三四五，走，绿宝石啦，爽。外面有个很大的声音吼，但是请不要介意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有牛？啊？那算了啦，既然你们都到这座岛，那千万不要破坏我的东西 ，OK？ 你要怎么逛随便你啊，反正你的死活不关我事。反正我不想吃你们啦，顶多只是拿你们来包面包而已，当沙威玛。上了啊，好，然后东西我们就先放这里。有中介箱哦，有中介箱的话，我的东西不就可以好好放了吗？这一集我们现在种树好了，我是觉得我们的东西有点不太够了。看一下我的骨粉，骨粉跟骨头可以啦，31个骨粉。再见了。到底要怎样啊？孵不出来是不是啊？我都长不出来，长不出来，为什么？白痴哦！我说骨粉都没了啦，别叫！哎呦呀！我的骨粉，我收集了那么久，全都被一棵树吃掉了。好，那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先开始做装备了。铁装、金装，不是你，我要开熔炉。小麦可以烧吗？
快点，金钟快点，至少去地狱的时候不会被砍。那因为这个世界呢，中介祭坛是已经有开的了，但因为这个是生存嘛，所以照理来说我们应该要去吗？我是觉得我想快点结束这个系列吧。那如果想，我不知道，如果你们要看的话，那我就拍啊。好，先来做铁胸甲。哎，啊，不够用了。光做铁胸甲都不够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不穿裤子吧。为什么这个世界都没有矿物区呢？好痛啊！好，幸好我带木剑来。为什么只有木？为什么只有剑才可以挖蜘蛛网啊？这里有铁啦。我是觉得这个打中介龙的话啦，应该是会会很久，我觉得。干你们，干掉你们。哇，很好，我成功。哇哦，东西好不错，为什么不给个铁剑之类的呢？真的OK 啦，那这个呢，我的石稿已经爆掉了，这个好像可以拿去合成木头吧，要不然不是木头是骨头。现在问题是我要如何上去？哇，我还以为我会摔水上，所以我想说要换个位置，没想到我自己先摔死在别的地方了。这个可以换成冰桶吗？如果没记错的话啦，哎，没错。再不长啊！你为什么都不长？问
波，你们通通给我下去。哼，气死我了。对面那座塔、啊、到底是为了什么而盖的呢？我们玩，唉，刚刚拿了铁镐、铁锄、铁铲跟铁跟那个铁针，好，我们先下去。都没做，我已经不知不觉已经21等级了。这是安山岩还是什么山？什么岩？哎，它其实矿脉其实也蛮多的。Fuck！ 哦，好痛啊！算了，没关系，反正我本来就要回去了。实在不是很喜欢爬上去啊，所以就跳下去吧。挖个金锭块，要不要银锭块啊？我在说什么？铁锭啊？我在说什么？银锭块是什么挖哥？不那，等一下哦，安全进洞，他不让我进去。哎，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改天我们那个，我们应该下两集之后，下一集我们应该就会去看看那一座岛有什么东西吧。但应该我们应该不会跌过去，我们应该会从创造飞过去吧。毕竟各位知道吗，这里的资源有限。都不会饿啊！对来说，我应该我是困难模式哎、欸。我们来看一下。哎、欸，有了，我肚子饿了。
白痴哦。气死我了，给我下去。最好不要再给我上来了。气死我。那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应该也差不多要结束了。那我们来做个总结吧。那我们今天呢挖了蛮多矿，我们也成功制作出了水电梯，那基本上还是会摔死啊，所以呢我应该会来今天另外找一下水，那就这样咯，我们再见，拜拜。